还行吧，感觉还行。紧张，紧张，太紧张了。不要紧张，没事的。他说他刚刚给你吃那片药，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放松了。还行。走动一下了啊，睡会儿。半夜是红的呀。黄的是代表是好的，这里要有些人是黑的。是吗？看看里面。黑的话就是有点变。哦，好大一颗哦。对，就是看着这个石头感觉咋样，吓人不？还好割掉了哈，要不然麻烦。这个别自己吃点素。不能再吃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不疼哈。